很傻吧。Hello 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露丝。这里的光线好像不是非常的好，有个大大的顶光，但是也没有关系啦，因为我有巨闪亮的反光板。当当当，超级闪亮的圣诞礼物。完美日记许愿星礼盒，这上面的星星呢是北极星，质感真的很好，真的很闪很闪很闪，好适合送礼物。完美日记玩浪漫是可以的啊，虽然这是我收到的礼物，但是是我逛街都会想买来送人的礼物，但真的包装超好看。里面呢有完美日记全套的装养单品，我不是录了一个综艺吗，叫美颜大师，大家可以看看，就是用这个里面的单品打造的这个暖棕装啦。这里面呢有我最爱的这个完美日记首创的仿生膜精华口红，里面呢加了一个石榴胜肽复合物，可以让我们嘴唇随时嘟嘟的润润的。你看我现在就是有点干，哎，换季冬天了，这个真的很好用，特别适合开心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就这样的感觉，是不是立马就没有那么干了？锵锵，这个呢是全新四色精粹眼影，就是你日常需要的四个颜色，不会夸张，绝对日常。这一盘呢是零一号色，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第一就是它不会飞粉，它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腻，特别特别要说的就是这个眼影是没有滑石和酒精，里面是加了植物精粹的，就可以滋润我们眼部周围的肌肤。啊，眼部周围容易烤粉的宝贝们就要看好这一款眼影了啊，它就是可以在化妆的同时让我们眼妆更加的滋润，更加的细腻。这个散粉被我推荐了吧，完美日记的王牌产品啊，不会有粉感，又能够让我们肌肤变得非常的通透，是剧组必备啊。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小礼盒，这小礼盒也是不灵不灵的，里面呢是口红小礼盒，一个呢是我现在涂的这个707，后涂的话就像我这样很有气色，就会更适合搭配大衣啊什么的。还有一个就是肉桂色的703，就是更粉粉一点，更自然一点，日常素颜妆吧。这两个颜色都特别适合日常。这个礼盒你想好要送给谁了吗？小红书。